Judge time. Ready? Fight. Report. 好，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7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白沙格斗的胡正，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力铁瓦达。我想请蔡老师重点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力铁瓦达。我们不要从战绩来看哈，因为泰国的选手一般都有着这种几百场这种比赛的这种战绩哈，就是从他的这个这个技术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父亲是8岁教他练泰拳，他拿过伦比尼的冠军跟泰国电视7台的冠军，然后他从小就喜欢模仿善猜，所以他打法跟善猜很像，就是有时候会手放下来，然后就是防守很快，然后他国外媒体夸他没有任何的短板，不过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神勇。那力铁瓦达打过职业拳击，所以呢这个他的步伐跟拳法都不错，不过呢这个拳法论找机会打重击的能力还不如帕奇特农，不过实力已经非常好了。他的哥哥目前也在北京教拳，那今天没有空过来。好，这个没有短板的，对，力铁瓦达，国外媒体夸他了，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完美的，是啊。再来说一说胡正，胡正是近两年武林风擂台上出现的一位，也是比较优秀的一位年轻的运动员，他也属于那种风格比较硬朗的哈，打法也比较凶悍，出道时就创下了4战全胜，并且是 KO 对手的记录，对。胡正的特色是中带硬，他的拳法就是不会100%发力，他大概都只发50%的力而已，他重视的是连续进攻，这也是他们拳馆的特色。现在他们拳馆老板顾慧也在台下练受击仪，那这一次就是胡正第一次升到67公斤来打，相对的压力会更大，因为他过去他的力量已经在65公斤级里面已经不占优势的，升到67呢，相对会更吃亏一点。对，那你看这个力铁瓦达，这个肌肉相当的结实，采取反架。那话说力铁瓦达生涯的巅峰就是2015跟2016都战胜了这个耀威猜，2016也战胜过帕坤，都是泰国的名将，但是呢他生涯输给了陈家洛好几次，今年4月也刚输给兰博基尼，兰博基尼是刚被咱们刘晓明 TKO 的那一位啊，所以你说他的实力也不是说顶级的，完全没有缺点，所以看看今天胡正有没有机会来打败力铁瓦达，看他能不能抓住机会找到这个力铁瓦达的一些漏洞哈。是，力铁瓦达也蛮有意思的，他卖起自有品牌的辣椒酱，把自己的这个肖像放在辣椒酱上面卖，很有商业头脑。对，在国内也有，咱们的陆建波也是这样的卖法。好，看看这个胡正继续的压迫。好，还有10秒。是，那胡正特别研究过对手，会防住对手的左腿。然后呢，胡正知道你的力铁瓦达打过拳击，不过胡正并不担心力铁瓦达的拳法。就是在比赛的之前，胡正还是很认真的去研究了力铁瓦达的。因为过去胡正是比较不喜欢研究对手的，这一次呢特别下了一些功夫来研究对手。这一定是听说力铁瓦达很厉害，对，而且这一次这个直播也很重要，他就比较重视，而且又升一个级别来打，哇，一定要研究清楚一点的。OK， 给老上勾拳，力铁瓦达上勾拳相当刁钻。回合的比赛是，我们再来看看胡正的细水长流、软中带硬的打法能不能克制力铁瓦达。好，现在胡正加强进攻的频率，不过力铁瓦达的长腿一直蹬，让我们的胡正不好接近。胡正现在就是保持脚下的弹性，把节奏控好，距离控好，好打进去，可惜
对方这个拳击技巧非常的好。哦，哇，胡正压进去了，有机会。现在胡正就是爆发力差了一点。再来。胡正就是脚下保持灵活，找机会。刚刚出了一个肘，这个好明显了。在我们自由搏击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是，因为呢，这是我们的立天网的第一次自由搏击，不小心肘就出来了，实在收不住啊。其实他还算是适应的比较不错的了。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刚开始跟伦皮尼合作的时候，有一些过来的运动员好多就受这个规则的影响。对，因为现在他们就是开始重视呢，也知道武林风的擂台不好打，对，所以也都会刻意派出一些拳法好的运动员来跟我们的中方选手来挑战。现在胡正有没有办法突破对方的攻击呢？再来，胡正还是有点犹豫，哇，一犹豫对方的拳就进来了。那今天力铁瓦达也不敢戏耍胡正，他的手都不敢掉下来。过去其实力铁瓦达不管打职业拳击或打泰拳，他的手是不拿高的。今天很给胡正面子了，手拿得高高的。来，现在力铁瓦达是用泰拳的节奏，那胡正呢用的是拳击的节奏。来，到，看，好，去处理一下鼻子。哇，胡正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觉得犹豫的多了一些。对，就是觉得能进去，他就脚下一直跳一直跳，但是呢没有下定决心。对。进去了，有机会，再来上钩上钩。好，还有十秒。对，再来。二次进攻连续。坚决一点。再坚决一点。Stop！现在战况对胡正比较不利。除了力铁瓦达之外呢，我们的经纪人曼谷大王也预告，明天会有更多顶级的泰国新生代来武林风踢馆。作用，因为力铁瓦达的一个腿法跟拳法都是非常的犀利。哦，开始了，到。刚刚力铁瓦达的前进的速度，比胡正后队的速度来得快，追得非常的快，就是他拳击的步伐。哦，手放下来了，对，力铁瓦达开始放松了。是。这个开始小看胡正啊。再来，有没有机会？来啊，力铁瓦达手怎么不放下来呢？这个南方力铁瓦达的臂展真的是优势非常的大，1.82米的臂展，对，还有他的长腿。看这个臂展的话，我们的胡正在记录上是177，对，少了5公分，5公分就差很多了。是的。哦，又开始了。
这个利迪瓦达开始手放下来了。是，我们的国政想压进去，我们压得到了。好，有没有机会？再来连续进攻。这个连续进攻要有体力做支撑，吴正你体力还够不够？继续，哎，真的不好打啊、哦！利铁瓦达的腿很硬，然后又有职业拳击的功底。现在泰国人学聪明的，都会派出这种类型的运动员来。哦，你看，直接拨走了，是拨走，而且是换了一个位置。这是职业拳击的打法，纯泰拳手他是不太会这一招的。你看这个，一边后退用走的而已，他慢慢走，然后一边后退一边换架。所以胡征可能还是不太适应这一种，所以他也很难打得进去。对，好，终于打进去了，但是呢，对方就控制。Stop。 哇，也太难了。是、啊。但是呢，胡正的上勾拳也是多次有命中利铁瓦达的鼻子。继续。啊，你看蓝方把距离抓了很远。让他报警没关系。那我们的胡正上勾拳是有打到，但是呢，没办法把利铁瓦达打昏，就比较可惜的地方。我又换角度了。这在拳击叫一个 pivot 的一个技巧，转角度。哇，十秒。哦，哇，蓝方，哦，又耍又耍。这利铁瓦达的变换还是挺多的。是啊。那、这个步伐也是我们一般自由搏击的运动员要去学习的。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Corner win。